相对于是个回家的位置，因为这里相当于一个十里长亭等待护送亲人的一个地方，因为这里是出口接人送人的一个地方。这个亭子呢，期限到560多年了。这个亭子呢，我们可以出来啊，看一下它的外面结构多大。外面上写的是云都二字，云都呢，就是我们想象中的非常奇特。
好。